我太刻苦了，所有人都没有到，我最早，教室里面空无一人。好了，我要上课了。对，金属声音还多一点，还是少一点。今天是什么？今天主打一个陪伴，还挺软的呢。哦哟，基本功这么好，打你的屁股，打你的屁股，打你的屁股。我现在在锻炼什么？我在锻炼有长进的意志。站得高，看得远。现在这个大屏幕上 okay, 好，然后等所有的进入家族的成员，今天晚上我很坚强的，不可能流眼泪，怎么可能？你把人家奖都抢过来。我是那种铁石心肠，我是铁汉不柔情。总决赛了！最后一次录制啦！这是我的亲友团，在这里，这位女士，这位美丽的女士，我们要揭晓的是本轮观众喜爱度最高的唱跳舞台，我都有点紧张了。唱跳舞台可以的，得奖的是，请看大屏幕，江师傅，可是我没有准备。讲你所想，没关系。就是我觉得很幸运，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能有一个让大家所记住的舞台，非常非常荣幸。然后能够和三位非常非常优秀的歌在一个舞台上去表演，这是我来披荆斩棘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然后也很开心这个这个作品能够让大家喜欢，结果优秀，感谢大家。这是在这个舞台上最后一首歌啦，送你一朵小红花，为什么这么花呢？哎，我也录了，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首歌了，小红花，呀，哟，是谁？最后一首歌了，怎么这么白？讨厌了。哎，难道不是我颜值撑着的吗？呀，最后一首歌了。耶、yeah, 送你一朵小红花送你一朵小红花最后一首歌咯，显得我笑笑好帅，天哪，我为什么这么帅呢，哇天哪，关灯了，送你，哎，关灯了。那我们现在来猜一下，我身边的这个人是谁？你要不你那个，现在可能大家还听不到。怎么突然变这样子了嘞？我天哪，你太帅了，太帅了！你模仿亮哥给你拍，你跟亮哥拍了吗？每个亮哥拍，我给你拍，我跟亮哥。好像，超像的，超像的。哎，这是谁？这闪闪的是谁？哇，好好看呀，夜光的，哇塞，我看好我来点亮你们可以点亮，动起来点亮，哎呦，我们唱完的小
就什么血清啊什么的。哦，开始了，好，关了。这一个夏天，我看到了我自己最坚韧的样子。现在的黄湘可以跳，跳得非常好，可以唱，唱得很好听，可以演，演得很出色。如果你接触了黄湘一段时间，你会知道，这是一个非常能吃苦的人，并且他是非常有韧劲的一个人。他还挺耐看的，是。他的性格也很好，是。35岁的我，有了一些人生的经验，但也保持着一个少年的心。我已经打开了另外一个开关。以后你们可以叫我一个歌手，一个演员，或者是一个舞者都可以。谢谢。还有，谢谢所有支持我和鼓励我的所有的朋友们。啊，我不夸自己了，最后一句话就是，黄湘值得。还有一个点，明天是我儿子的1岁生日，我有礼物给他了。我成功了，耶耶，这是我的第一轮，我太不容易了。我跟上来啦，谢谢谢谢谢谢哥金哥，耶耶，哇，在烧火嘞，哇，小宝宝拜拜啦。在此我宣布2024披荆斩棘滚烫家族破戒完成。